Well, 大肚婆草莓怀孕第58天了，这是草莓的第一次怀孕，心里有些怕怕的，怕不会接生，已经联系好医院，做两手准备，希望能够平安顺产吧。这些天也不爱动了，但是还是那么爱吃，都不敢给多，这肚子也太大了，过两天就要当老太了。